安安。安安安安安。游玩时间988小时，再加上这个，我快1000小时了。个十百千万十万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。下午好，吃过中餐了吗？今天应该开到3点或4点，对，等一下要出门一趟，初次跟台，你有初次跟台吗？我怎么，你不是有到粉专来留言过？我有看到。对耶，我先去消耗一下我的票。コキナ君。哇，一堆力战了，开心，开心不能倒。火猛牛龙，波龙，四人两次，四人五次，赶上你 GTA 时间哦！我跟你讲，我泰拉瑞亚跟 Starbomb 的时间都破1000哦。啊，我们去打很久没打的秘境龙。更换装备，鬼人本尘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好久没打秘境龙啦，感觉会死欸。是，我们就去欺负那个欺负巨甲虫。
这有石头啊？好像没有欸。啊，正常打。超你脸啊！PC 啊，是 PC。白石去哪里啊？哇，浪费浪费浪费！哎，掉落物。
编辑频道开台。啊，顺便练这个啊，没有，现在是要把票花一花哦，我看看有什么可以花，要把旧的都打一打，看票爆出来了。什么票啊？就是加倍票啊！想说不用白不用，又很浪费，懂吗？更变装备，那用去采集。更变道具。去看蜻蜓哈，古老化石增值中，哎呦，这个不错，最近要多喝水，痘痘又长回来了。来啦，安安 ，Hello Hello， 最近在抓急躁蜻蜓，没有。哦，拍谁啦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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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也不是，嗯，红色独角仙哦，我有抓到啊，我有抓到金色独角仙。啊，我没有吃猫的那个，欸，难道有古龙吗？没有啊。有啦，我都有啦，让你看。我只是要大金而已。这边给你看，小环境生物水漆跑去了。这个是抓四只的，然后陆栖生物吧，是吗？等一下哦、喔。哦，树上生物。这个金色独角仙，大独角仙，没事没事，我现在只是缺那个大金的红，不啦，急躁蜻蜓，还有伶俐珊瑚鸟，
对啊，不是动保大师，我是抓保大师。之前跟小雨他们玩的时候，就不务正业，一直在乱抓这些啊。像这个东西都会在争执中找到。叮。哦，这边有蜻蜓哦，好，记个位置。水月有啊，月与水母，我抓了三只。我昨天开台，就是昨天玩那个麦块之前，就说如果抓到的话，我就开视讯。然后后来就讲说不行，我如果开视讯，我的换滑鼠或键盘就要拔掉一个，或耳机。哎呀。嗯？怎么刷的？你先去解那个猫饭，你把那个一个食谱解锁出来，我等一下跟你说怎么解。那个吃那个猫的生物博士会增加那个稀有环境生物出现的几率，有吃真的有差，虽然不太明显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有差。四只吧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猎人笔记，环境生物，空中，这个啊？欸、不是，欸、它在哪里？它归类在哪里？不明生物吗？哦，在这里。天鱼、水母四只，毛鸡八只，小花两个。就主线不好好解，跑去抓宝啊！你的每日的生物学者，赶快去吃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吃了之后不要返回营地，你就这样子按 N 之后，就这样子到处探索，千万不要回这三个地方。你回这三个地方，猫的生物博士就没了。小蓝哥，我有啊。好啦，我票花到剩、花了，那等一下我就抓给你们看啊。可以啊，可以直接接探索。然后望月水母，天宇水，哎、欸，是天宇吗？那个大水母，它是要在晚上，然后是晴天，在那个在。在动土那边抓，小蓝哥有三个点。我昨天晚上就是在那边乱玩，就发现小蓝哥他也会停在一棵树上。晚上晴天没古龙，对啊。我那时候就是晚上晴天走过去，就发现说一只冰咒龙在前面看着我，就直接换地图了。来来来，
抓宝时间。就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、啊，猫的生物博士。你要先把，你去爬文也有啦，有很多攻略，就是这颗最下面这个，把它解完，解有猫的生物博士啊，这个是猫的类似猫的报酬金，它不用等每日，可以直接吃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吃。吧，像现在晚上嘛，晚上靠，晚上我们就去冰咒龙，气死！看一下哦，晚上来这边。我先去找林立鸟，我需要它。白天再去那个找小蓝哥给你看，因为晚上要抓的东西太多了。晚上有林立鸟，然后玉照、吉照蜻蜓、水母，还有那个什么神带鱼，就只有大水母我抓到，其他就没抓到。林立鸟比较烦，就是。真的很小只哎、欸，看不到。然后昨天抓到是小金灵力鸟，然后我又快气死了。他都要的都是大金，然后都给我小金。啊，灵力鸟就是在晚上加晴天才会有。找一下哈。这只是不是有点亮啊？哦，大金哦，哦，怎么是珊瑚鸟？我要灵力鸟。就每种玩法都不一样啊。他出这个系统就是让有强迫症的人玩更久啊。那这边还有几只，不要等他走，不然都被赶都被吓跑了。哎、欸，白天了，出太阳了，哇，没水母了。灵力鸟没有，因为它大小金，像摇曳鳗的话，大金它是蓝色的。好，我们换白天了，所以